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光影流转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死士的剑术、厨师的秘密；二、美人鱼的海景泳池变身记；三、唐人街探案的狗粮、侦探的爱宠。耐磨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《死士的剑术》、《厨师的秘密》事。死侍 Deadpool 是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。 动作和不按常理出牌的超级英雄电影，主角韦德·威尔逊 （Wade Wilson），也就是我们亲爱的死侍，以其独特的剑术、枪法和近乎疯狂的战斗风格而闻名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一下，我们可能会发现死侍的剑术中隐藏着一些厨师的秘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剑术。在电影中，死侍的剑术迅速、精准且致命，他使用的是一对长剑，这在日本被称为双刀流。然而，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的动作，我们会发现他的剑法有时候更像是在切蔬菜，而不是在对抗坏蛋。他的剑刃在空中划过，就像是在切制一道精致的寿司，只不过他切的是坏蛋而不是鱼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揭秘这位超级英雄的厨师秘密。一,一、刀工精细，死士的剑术和刀工一样，都需要极高的精准度。他的每一次挥剑都像是在精心雕刻一道菜品，每一次切割都要求完美无瑕。 这种精细的刀工在厨房里是制作美味佳肴的关键，在战斗中则是确保每一击都能命中要害。二、速度与效率，在厨房里，厨师们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食材，这就要求他们的刀工既快速又高效。死士的剑术同样如此，他在战斗中的迅捷和效率让对手措手不及，就像是食材在经验丰富的厨师手中变成一道道佳肴一样。三、多任务处理，厨师在烹饪时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。 这就需要极高的协调性和集中力。死士在战斗中也展现了这种能力，他可以同时用剑攻击敌人，用枪射击，甚至还能边打边调侃，这种多任务处理能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。四、创意无限。好的厨师总是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，创造出令人惊喜的新菜品。死士的战斗风格也同样充满了创意，他总能在最不可能的时刻，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击败敌人。 就像是在烹饪中加入了意想不到的调料，让整个战斗变得更加精彩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，死士的厨师秘密中还包含了一份特别的调料，他的幽默感。他在战斗中的玩笑和嘲讽，就像是在菜肴中撒上了一点点的辣椒，给了整个场面一种独特的风味。这种幽默感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，也让他的敌人感到困惑和恼火。综上所述，死士的剑术不仅是一种战斗技巧，更是一种艺术。 一种厨师在烹饪中追求完美的艺术，他的每一次挥剑都是对美食的一次致敬，每一场战斗都是一场视觉和幽默的盛宴。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死士在大银幕上挥舞双剑时，不妨想象一下，他其实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美食节目，只不过他的食材稍微有点特别罢了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《美人鱼的海景泳池变身记》。美人鱼的海景泳池变身记。 各位海洋爱好者、幻想迷和泳池派对狂热分子们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将一个普通泳池变成一片深邃、神秘、充满魔力的海洋的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装修和设计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梦想、幻想和一点点化学反应的故事。首先，我们得感谢那些古老的神话和传说，他们让我们对海洋充满了无限的遐想。从古希腊的塞人到中国的龙宫，从小美人鱼的安徒生童话到迪士尼的动画片。 美人鱼一直是连接人类与海洋的一个浪漫符号，但是让我们回到现实，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可能没有机会住在海边，更不用说拥有一个私人海滩了。所以，泳池就成了我们实现海洋梦想的一个小小替代品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勇敢的泳池主人们，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拥有一个蓝色的水坑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充满海洋生物、珊瑚礁，甚至是宝藏的海底世界。他们开始了一场泳池变身记，首先。 他们可能会请来一位专业的泳池设计师，这位设计师不仅仅懂得如何让水循环，还懂得如何让人的心跳加速。他们会在泳池的底部画上五彩斑斓的珊瑚和鱼群，甚至可能会加入一些 3D 效果，让你感觉自己真的在海底世界中游泳。然后，他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特殊的照明效果，模仿阳光穿透水面的光影，或者在夜晚模拟深海中的神秘光芒。这时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一群发光的水母包围。 而这些水母其实是一些巧妙设计的 LED 灯。接下来，如果这位泳池主人足够大胆，他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水下音响系统，播放海浪声或者是美人鱼的歌声，让你的泳池派对变成一个真正的海底冒险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很幸运，你可能会在你的泳池派对上遇到一位真正的美人鱼。当然，这是一位专业的美人鱼表演者，他会穿着精致的鱼尾服装，在水中翩翩起舞，让你的海景泳池变身记达到一个高潮。所以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下次当你跳进你的泳池时，不妨想象一下，你是不是刚刚潜入了一个未知的海洋世界，而你的泳池就是通往那个世界的神秘入口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《唐人街探案》的狗粮，侦探的爱宠。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电影以其独特的幽默感、错综复杂的案件和生动的角色塑造而广受欢迎。在这个充满智慧与机智的侦探世界中，不仅人类角色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 甚至连侦探的爱宠，那些狗狗们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狗粮供应商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“狗粮”这个词。在现代网络语境中，狗粮通常指的是情侣间的亲密互动，让单身的旁观者感觉像是在被喂食狗粮。然而，在《唐人街探案》中，狗粮有了更加字面上的意义，实打实的狗食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温馨、搞笑的狗狗故事。在电影中，侦探们经常与他们的爱宠一起出现。 这些狗狗不仅是他们的忠实伙伴，有时候甚至还能在侦破案件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意外的发现线索，或者用他们的天性来追踪嫌疑人。这些狗狗的存在为电影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温情，同时也为紧张的侦探情节提供了一丝轻松和幽默。有趣的是，这些狗狗角色在电影中的表现，往往能够反映出他们主人的性格特点。比如，一个严肃的侦探可能拥有一只同样表情严肃的狗。 而一个机智幽默的侦探的狗狗，可能就会展现出一些滑稽可爱的行为。这种角色与宠物之间的性格呼应，为电影增添了额外的层次感。而且，不得不提的是，这些狗狗们在电影中的表现，有时候简直可以媲美他们的人类同伴。他们在镜头前的自然表现和不时抢镜的能力，无疑为电影增加了不少看点。观众们在欣赏侦探们的智斗之余，也能享受到这些毛茸茸小侦探们带来的乐趣。总之， 《唐人街探案》中的狗粮不仅仅是对观众的一种幽默哄骗，更是电影情感和幽默的重要调味品。这些爱宠们的加入，让侦探的世界更加多彩，也让我们这些观众在解谜的同时，享受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盛宴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观看《唐人街探案》时，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四脚侦探们，他们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死士的剑术。 美人鱼的海景以及唐人街探案的狗粮。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内容，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和亮点。在死侍中，我们发现了死侍剑术中隐藏的厨师的秘密，他的剑法有时候更像是在切蔬菜，而不是在对抗坏蛋。这让我们联想到厨师的剁菜技巧，他的每一次挥剑都像是在精心雕刻一道菜品，每一次切割都要求完美无瑕。 这种精细的刀工在厨房里是制作美味佳肴的关键，在战斗中则是确保每一击都能命中要害。而在美人鱼中，我们探讨了如何将一个普通泳池变成一片深邃、神秘、充满魔力的海洋。我们想象了泳池主人们的勇敢和创意，他们通过泳池底部的绘画、特殊的照明效果、水下音响系统和美人鱼表演者，将泳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海底世界。 这让我们在游泳时仿佛置身于一个未知的海洋世界，并享受了一场神秘的冒险。最后，在《唐人街探案》中，我们发现了“狗粮”这个词在电影中的一些有趣应用。电影中的狗狗们不仅是侦探们的忠实伙伴，有时候还能在侦破案件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它们的存在为电影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温情，同时也为紧张的侦探情节提供了一丝轻松和幽默。 通过这些分析，我们发现这些电影中的细节和亮点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观众，更是表达了创作者们的独特视角和创意。他们给了我们不同的思考角度，让我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，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和启发。那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对这些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是否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细节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。 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笑声和智慧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